天是雪璇陪我们来吃传说对决的饭团哦。这是 7-Eleven。今天是雪璇兔兔陪我们一起来吃米汉堡哦。露露猪跟勇敢妞妞也都跟来了。这是托米传说米汉堡，传说对决和托米米汉堡联名，2023年8月9号到9月5号，全台 7-Eleven 翻售哦，一个新台币59元。这是葱香烧肉米汉堡，代言人是雅玲。日式烧牛米汉堡，代言人是拉维尔。购买即送传说虚宝贴纸一张哦。他说有机会获得夏日传说对决泳装派对造型卡哎，try。原价69元新台币哦，里面长这样，酱汁是甜甜咸咸的，然后牛肉拌洋葱。这一款日式烧牛不错吃，葱香烧肉口味，就是猪肉跟洋葱还有葱一起当内馅。其实这个米汉堡就是饭团嘛，不过还是热腾腾的好吃哦。这两款的那个味道都不错，它酱汁都是甜甜咸咸的，最主要是因为有传说对决啦。可以买来试试看，是好吃的米汉堡，就是饭团的。哦，难度的体验卡，那可以多久啊？三天，六哦，布莱特的体验卡也是三天，记得要兑奖哦。但我也不知道怎么。